新风败了。想必你有几分神通，那妖怪身上不知有何法宝与我相克，三昧神风都不能伤他分毫。要引那妖怪出来，需要用擂鼓之法。我擂响大鼓，引出巨虫。若你愿前去，待时机一到，夺了他的法宝，我便能施法降服此妖。是这天尽头的百姓为抵御太阳西沉入海的海沸之声而发明，海水沸腾，声音之大可以震杀城中小儿。擂鼓之法解了此难，却又引来了妖怪。他有法宝护身，我无可奈何。你既有胆来，恳请助我一臂之力。
满城百姓感谢不尽。谁人？
孽徒，你投二郎心法，夺大圣根气，还要师父的脑袋？就为在这黄风谷底一时快活？阿弥陀佛，小施主，老衲乃是小须弥山之主，法号灵吉，也是这蜀妖的看管之人。大圣陨后，六根不灭，散落到了世间。这贼鼠私下寻得其中一根，因自身修为有限，难以炼化，于是生了歹心。我不慎中了他暗算，连头颅也被他一并割去，做了存放根气、修炼邪法的容器，连带黄风岭再次生灵涂炭，我之罪也。此番重回大道，全赖施主智勇无双。这世上应只有施主一人有资格保全此物，来吧，替我收好它。
人也，兽也，佛也，妖也，众生自有根器，持优劣为次第，可乱来不得。你说对吗，孙悟空？